动画版兔派克限制级影带。饶舌传奇歌手兔派克虽已死，但魅力不减。他两张身后发行的专辑都登上排行榜之首。TMZ 网站接获匿名消息，声称其拥有一卷这名已故歌手1991年录下的性爱影带，并计划将它发布。影带中，兔派克走进一间房间，裤子卷到脚踝附近，一名女郎边帮他口交，他边唱饶舌。从兔派克多产的职涯看来，他或许现在正在天堂生产更多性爱影带呢。影带或将售出数百万卷，再一次证明兔派克比其他在世的饶舌歌手们受欢迎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,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